报告是你。我觉得大学生就不是就是玩嘛，对吧？你是说他们都在玩吗？就是大学生就是玩啊，对吧？就是上课时间很自由，很困，还有跟我一样很懒惰。应该就每天一直玩吧，然后睡很晚，然后上课都在可能发呆啊，玩手机，然后一下课就是两出去玩吃东西，然后很松啊，很快乐，很开心的。然后应该会遇到很多，不管是朋友啊、室友啊、认识的啊什么的，都应该还不错。对，反正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吧，就跟高中以前都不一样。对，很自由。哦。比较自由，没有压力，可以跳就跳，每天都在玩社团，可以冲自由，还有夜唱，都想干嘛就干嘛。就是可以自己安排时间。看恁以后要做什么，看恁以后要听什么路，要发展什么啊，恁就爱进入这心理准备啊。就是耍废。耍废。没有啦，就是比较有自己的时间可以规划，然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啊。对啊，然后可是也伴随着你做一些你自己想做的事情，然后你会认识一些朋友，然后之后你就会。因为一些朋友，然后去参加一些活动，对吧？然后还有一方面就是这活动方面，然后接触到多一点的人之后，会来看还是自己的课业啊，所以大学生就是活动、课业、人际这样子。